几个老鬼？十块钱赶快投下去，因为三太子要来夹娃娃了。夹不掉，唔走啊！哎呀，夹个几根。瞄准目标，按下按钮，但怎么夹都没夹中，惹得三太子的神教猛摇，似乎是想要再挑战一次。给放弃啊！有夹着了，有算着啊！只不过第二次还是共估，妙方人员只好劝劝三太子，志在参加，不再得奖，有玩就好。没想到离开夹娃娃店的那一刻，看到两个小妹妹玩着电动玩具车，也要过去凑热闹。三太子我们在一起，心不经营，看多用照一百家，你幸福啊，是讲囡仔幸啊，是安那，本来庆祝的这种个红阿弟的迄种那个娱乐的游戏啊，那。一旁民众津津有味看热闹，第一次看到神明玩心大发，在夹娃娃店里玩得不亦乐乎，小插曲实在太有趣。业者也说，有神明变成客人光顾，史上头一遭，也觉得有神明加持，接下来的生意肯定发。记者赖冠章、黄世云台南报道。